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熊浩。那这一场呢，又是在橘色速销。那这一场，我希望分享一个橘色速销更高级的一个玩法，就是呢，你的这个逢影啊，要啊一次啊射多人啊，特别是呢，当对手呢的这个脆皮啊很多的时候啊，加上他们打野如果也是脆皮，那更赞。好了，那上路的话，因为我看我们的队友呢并没有什么控场技能，所以我就选择帮下路。下路至少还有一只小山猪。那我们这边由于没有位移技能，所以我选择蹲中路这个草丛中间的草。如果我有位移技能，我会蹲下面那个草丛，那以防万一啦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的预想是我等待对方过来，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用一技能秒掉一些野怪。那这边卡比兽往前冲，那利亚路杀血量剩下一半，这边只能打到卡比兽，但卡比兽太硬了，所以这一波没得打，直接拉掉。那对方是妙蛙草打野，那妙蛙草打野呢，其实不是不行，但是呢，他的手就偏短，那刚好呢，我其实是蛮能克制他的。那我吃野的顺序，照理来讲，我会直接按回城去吃大野，但如果说我下路或是上路的塔我没投到的话，我就会选择去补吃一下中间的那两只小龙虾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在吃完我的野怪的时候，这一轮呢，我至少100%都是可以上到七等的，因为基本上我们只要有上到七等，那有逢影的话就没问题，待就不啦。那我觉得木木萧这个角色啊，要玩得好呢，就是两个关键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要留哦，留你的逢影，不要呢有就丢，有就丢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当然就是你的这个准度跟预判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部分。可以看我的站位是站非常后面，来，什么叫做一射二？有没有？我穿过这个卡比兽，我还要再射到后面的这个钢钢。这边有没有看？再一个一穿二，来这边呢，对方呢被推了进来，然后草丛有一个铝钢龙，来进草丛没问题。再一次一穿二，对方呢三只就这样直接被我射烂。那橘色速销它的逢影呢是有穿透的效果的，所以呢，在打这种团战的时候，你要尽量的，有没有看到让他们成为一直线？有没有看到我还是可以射到后面的皮卡丘？那这卡比兽直接去死没问题。那再来呢，有些人玩逢影的时候会想哦，我一定要拉到这个坎哦。那其实不用哦，如果说对方快死的话，你直接顺放就可以了，你直接点一下一技能，直接快速的放出去。那如果你有拉到那个坎的话，对方呢是会顿一下的，会减速 80%。 那如果呢你有用这个影子偷袭打到对手的话，那对方的防御力又可以再下降。这边影子偷袭打到后面的铝钢龙，我这一把箭射过去虽然没中，不过没关系。那注意的是，我们队友两个在上，这边千万不要急着打哦。那我们这边要扣箭了，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去两把了，要稍微等待一下。那如果是这种团战的话，会先用影子偷袭，然后打到对手之后降低对手防御力，这边大招直接开起来，贴着这个乌龟射，直接射到了这一个暴士龟啊。那这一波会战呢，还有一个精彩的一传二，鸟鸟想要大招。啊，你是不是想用大招抢我的人头啊？啊，直接射掉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一场呢，真的是算打前期打的算 OK 啊，蛮不错的。那对手的走位呢，也是配合演出啊，配合演出都让我呢能够有效的哦，一把箭直接射爆对方两个哦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直接往上路走。那上路的洛托姆其实已经掉了，所以我就只是来吃野怪而已。那这个等等就回野区去收刮。来，这边我回来下路这边要做一个防守。对方呢上下塔呢是都爆掉了，这边对方的打野已经进化成妙蛙花了，那要注意一下对方人数，卡比兽是有跳的，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对方的四个人全部集中在下路，那妙蛙花丢了大招，皮卡丘也丢了大招，我这边赶紧踩二塔，二塔回复血量比较多，皮卡丘一个闪现贴进来，他已经没招了，他招式已经丢完了。好，我这边再拉开一点距离，直接射烂，成功的射爆了这个皮卡丘。那对方还想要偷我们家的下塔，但这边可以发现我已经没有一技能了，所以我这边只能贴进去用普攻打，那把对手放在你的普攻最远处呢，伤害是会增加的。那这边很可惜没射到后面的妙蛙花，像对手的这一种阵容啊，我们其实是很好打的。这边先拉一下，让这已经看到九尾要丢大了，我就直接往后移就躲过。那你可以看对方呢有九尾，然后有妙蛙花这种角色，他们其实机动性是不高的，所以呢，在我们选木木萧的时候是有一个极大的优势。好，那下路的暴士龟准备重生了，在暴士龟重生之前呢，我先吃了一下那个龙虾小兵。不好，那卡比兽呢已经使用了一个跳跃，我这边看一下，一把箭射过去，成功射掉对方的皮卡丘，卡比兽的双控场技能都缴掉了。那对手的铝钢龙是在上路，那这边你可以看我刻意的把站位呢拉到这个石头后方来，找一个掩蔽物啊，以免
比如就是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啊，如果对方真的那是冲过来会干你的话，哦，你要养成这种习惯。好了，那这卡比兽走不走得掉呢？这一个直接普攻带掉。那下路这边我在想啊，要不要推一下？因为对手吕干龙刚刚在上路嘛，然后这边呢先射掉这个喵花准备要吃的野怪。那这一把剑呢，我是射太急啦，因为我这一把剑射出去的时候没有把对手定在原地，所以让喵花呢移动了一下。那不过这边也顺利的逼住他的大招啊，那我这边赶快按回城。但这个时候喵花丢大招是没问题的，因为等等呢还是会在闪电鸟之战有大招的。那上路的话，烈剑鹰自己在打路托姆，我就不过去帮忙了，我就先赶快把自己野区呢给收掉。那上路的塔呢被对手外塔给拔掉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上路会有三只差不多娃娃嘛，有助于我们在等等的这个最后一分钟内的时候累积大招，累积大招，然后缺经验的缺经验，好，那就可以呢去补。那这边呢卡比兽能不能走掉呢？当然是走掉，我这个被他给逃掉了。那要注意，来这个位置已经贴近他们的这个进攻范围了，我这边赶快的往后拉掉，因为皮卡丘呢如果一个大招直接把我打掉的话，我会变成经验大礼包，所以呢我直接选择果断放生队友回到塔内。那这个外塔其实留着是很棒的，因为你可以看，我们可以不停的去踩那个外塔，然后让我们头上呢是有护盾的，而且呢还可以瞬间回点血。这边呢，哇，好死不死，冤家路仔遇到妙蛙花，嘎西，然后我们的鸟鸟呢居然还打歪，我这边赶快拉一点距离。那这边是杀不掉那个妙蛙花的，因为血量太少了，所以这边就看戏就好。那现在时间呢剩下30秒，下路这边呢我们就不要再多待了，赶快回去。啊，回去呢补血，然后再下来。那可以看队友这一波准备靠下去打 BOSS 龟了，对手呢也在打。我这边呢先丢影子偷袭，那很可惜这个 BOSS 龟没拿到。那我这边有一个严重的失误，就是我这个大招呢开的位置实在是太糟糕了。照理来讲呢，我应该是要躲在旁边那个岩石后面开的，因为你这样开，你可以看对手呢就直接贴到我脸上来，所以。这个会战虽然最后是打赢的，但是当下我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啊，这边呢大家共勉之啊，哦，看到了就不要去这个，要注意，要注意啊，在那种位置你绝对不能贴对手那么近。好，这边呢我看到我们队友的四个人都还在，我想说赶快贴上来，哇，这一个妙蛙花刚好被推了一下，那我呢不想露头，对方也很聪明，两个后排直接冲过来揍我，那这一波的又是一个不小心啊，哇天啊，连续两次失误，其实这个都是失误啊，我可以不用那么心急的，我最后这两波打得太急了。那对手呢拆掉了我们一个下塔之后，还有一个皮卡丘在这里，那我身上的疾走还没好，先射一把剑，看样子是没射到，这边疾走再加上影子偷袭双倍加速，那后面还有一个卡比兽血量直接归零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是非常刺激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五个人都复活了，然后我们要赶快去投对方的上塔或下塔。但这一次呢，因为我们是单排，所以你必须考验的是队友的默契，他到底懂不懂。比如说我们一群人集结上路，那至少要一个人去下路嘛。你可以看这边呢，我踩上，那对手两个都过来上路了，有一个刚复活而已，他一定来不及，他也想踩上。那最后一秒钟，烈剑成功的灌进36分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。如果说呢这36分没灌进去的话，我们双方的分数会是平手的。那由于对手呢的分数是比我们更先到达245分，所以会是由对手拿下胜利。那这一场真的是最后还好，烈剑很懂，他直接绕到下路了去投球，他不管投一颗两颗都好啊，如果这没投到的话，我们就真的会输掉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就给大家，那大家在看到我打不好的地方呢就去改一下，改一下，下一部影片见。